这一期呢，广州彩萱化妆品有限公司的张雪老师将会带给大家一款魔力泡泡甲的教程。首先，张雪老师选用了微蔻奇迹胶的红色 B16 号做底色。大家注意，在涂抹的时候要注意用毛刷轻缓的薄涂，这样会比较均匀。然后记得一个包边。好了，涂抹完毕后，我们开始照灯固化30秒。我们这里用的是 UV 和 LED 钻石双用灯，如果是 UV 灯的话，就需要照够60秒即可。好了，现在开始涂第二遍，这样效果会看上去更加饱满。因为咱们奇迹胶上色度非常优异，所以在这里再重申一下，注意要薄涂，对用量有一个均匀的控制。好了，照灯固化30秒。现在我们张雪老师开始选用 B 系列的另外一种颜色 B18 号白色做辅色。张雪老师现在先用刷子勾刷出团纹，然后这里要注意了，刷完团纹之后是不需要照灯的，不需要照灯哦。然后用微蔻奇迹胶的专用擦洗封层在甲面上依次滴下，非常神奇的是，美丽的泡泡就自动印现啦。然后张雪老师在第二个甲面上勾刷出对称的团纹，这样整体看上去会有更强的协调感。其中我们大家注意到了，它封层取量的大小决定了一个泡泡的大小。然后呢，在其余三个甲片上依次进行前两个甲片一样的步骤操作。张老师在选色上面，底色用了一个明艳的红色，辅色运用的是一个洁白，这样子效果看上去俏皮也不失可爱。差异色的对比让整款美甲看上去有很强的存在感和一点点小性感。好了，最后一个也操作完毕了，接下来我们照灯30秒固化。现在张雪老师选用了奇迹胶的 A36 号金色做一个团纹边缘的修饰，注意勾金边时一个直栏的衔接。好了，勾好了，我们直接照灯30秒固化。
然后开始要涂封层了。张雪老师选用的是咱们微扣的钻石免洗封层，这个封层非常亮泽，像镜面一样。现在我们要照灯了，因为是免洗封层，需要照够90秒固化哦。最后呢，再为其中任意一个甲片贴上点缀的钻饰，同样照灯。OK， 完成，我们美丽的魔力泡泡甲就完成啦！俏皮又不失可爱，可以做泡泡甲的奇迹胶，是不是非常期待呢？